汪小菲自从和大 S 离婚后，和张靓颖的绯闻就没间断过，男方甚至还被爆是婚内出轨，不过双方始终是嘴硬否认。而最近他们又被抓到同居证据，汪小菲、张颖颖不止一起出门做 PCR 检测，还在社群平台上晒出同款野餐照，让网友几乎认定他们就是在一起。但汪那个热爱发表意见的妈妈张兰却马上出来狠狠打脸，她直呛张颖颖想进汪家门都没有，窗户都不会给她开，还暗酸对方是臭虫。面对妈妈的强硬攻势，汪小菲昨在直播卖货时，一个忍不住直接开呛了：“我们不要对任何人进行人身攻击，我觉得特别不好。那个谁谁谁所说的所有东西，不代表我的想法，不代表我的那个，太不祥了，性格太不祥了。我是巨蟹座的。”和那种就张口就来、张嘴就来的人太不像了，我觉得。而张颖颖疑似也跟上反击张兰的脚步，在抖音上传一段眼神充满杀气的影片，写下心软不代表好欺负。这两人一搭一唱，网友都受不了，要他们不要再装，还说这一家人简直是新的喜剧之王了。